台湾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，只有东半部还有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。来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，基隆18到21度，台北18到22度，新北19到22度，桃园18到22度，新竹跟苗栗17到21度。中部地区，台中20到24度，彰化19到23度，南投21到25度，云林19到24度，嘉义20到25度。南部地区，台南21到25度，高雄23到26度，屏东24到28度。东半部地区，宜兰21到25度，花莲22到25度，台东22到26度。外岛地区，连江14到16度，金门16到19度，澎湖18到21度。